第一个活动，一只脚站着，面对柜台，双手扶着柜台，单腿站立3到5秒。休息，然后换腿3到5秒。休息，每只脚重复2到3次。太容易了，每只脚站立长点时间，直到30秒。慢慢的减少扶着台柜，或者边唱边活动。你现在感觉怎样？如果你感觉好，并且想做多点，那么继续吧。